哇、啊，这个比较便宜啊。其实我觉得后来就发现这个也其实没差，就头换头而已啊。啊？什么？你说欧乐 B 跟你的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其实主机其实用贵的便宜的，我觉得差不了多少。对啊，我就是没什么差，就刷牙时间再稍微长一点点就 OK 了。就是、多了一些功能啊，强、啊。那功能根本没屁用，我永远都不会用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也没什么用。没有啊，它就是那个震动次数比较高啊。嗯，啊，所以你可能就是可以刷的时间减半。你的 easy， 这是 Costco 限定版啊。哎，你的不是也是这种吗？嗯，不一样吗？一样啊，也是按的。啊，这个是 Costco 限定版吗？你的也是按的，这个一模一样啊。这个是 Costco 独家限定版，也是一模一样啊。你看啊，看一模一样啊，不是吗？有不一样吗？一模一样吧，看起来是一样啊。对呀，一模一样啊。啊，我们的一个钢瓶都还没用完呢，厉害吗？有啊，偶尔用啊。你是好久才喝一次，天天喝还得了？你的钱就烧光了。